人的自信，埋在心底的善良。再有独立的经济，那你的运气一定不会差啊。今天下雨了，咱们去吃个小龙虾吧。我今天又要了一份虾，388的这个套餐，九斤麻辣的，九斤香辣的，虾肉要这样吃才爽啊。唯一不太美的就是没有包虾的小哥哥，这里不光有精美的小龙虾，还有美味的凉菜。先，他家这里388，九斤麻辣的，九斤香辣的，味道真的很不错，虾肉很 Q 弹的。家店哪里都好，服务也好，味道也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来这里需要排很长的队。外经贸有的鹌鹑太香了。